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三月的 LV 十，这边来帮大家实战测试全新的《神剑闯江湖》合作一趴大奖科技哦，飞春剑心哦。那这边带的也是全合作配置，队友跟龙科配置都有打在旁边。如果有疑惑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。剩下我们就边打边讲解喽哦。这一队基本上也是处于固板连发的状态，非常的舒服哦。好，第一关。好，第一关这边我们开剑心选固板哦，固板是双龙闪。来，接着我们开小薰。好，那这边我们把火珠多切一组出来，这样子。好，啊，转完的时候我们去直切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七组属性珠就有达成了哈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第二。好，第二这边的话，他会先把你的血归一，所以这边我们先偷一个回合回血。好，切。好，第二回我们就可以开剑心的固板双龙闪。哦，没有点到。好，来这边 再一次送他。好，这边切。OK。好，接着第三。好，第三我们开剑心选无鼠追打的那一个。哦，无鼠追打是龙潮闪哦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斩左。好，那这边就送他，转完一样直切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四。好，第四的话我们开小薰。好，我们开斩左。好，这边直接送他。拼图有内件无事哦。啊，一样直切。OK。好，来接着二邪这边我们开小薰。好，然后开那个剑心选固板的那个双龙闪。好，这边刚好解除暴风，然后又可以无视无鼠哦，非常好用。好，这边直切。好，那有开招的那一只就可以直接把伤害灌过去了。 OK， 好，接着第五。好，第五我们开剑心，然后选无视弓前。哦，无视弓前的话是那个龙锤闪哦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斩左。好，这边送他。好，那一样直直的切就可以了哦。 OK， 好，来接着第六。好，第六我们开高和会。好，来接着开斩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火珠摆到第二跟第五直行去哦，就像我画面上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火跟心加起来就会是 5C。哦，就符合对面要的五组相同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来接着第七。好，第七我们开剑心，然后选择龙双龙闪，哦，一样是固板的那一个。好，来数字二一的话呢，这一颗火旗手第五支行最下面这颗火旗手往左拉到最上面，拉到最右边，往下两格，往左往下往右，哦，这样就是数字二一了。好，切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八。好，第八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不抓角色珠，先偷一个回合数，啊，一样直切。好，来接着第二回合的话呢，我们开小薰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等一下要抓剑心的角色珠，放进格子，然后要手消全部的水火木，所以你记得看好再转哦。好，这边我看一下，哦，水火木，哦，大概知道了。好，这样子手消全水火木，然后放进格子。好，然后直切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二血这边的话呢，第一回合我们先开斋藤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开那个剑心选择固板。好，啊，这边先一回合送他。直切。好，那第二回合我们先开高和会回血一下下。好，那回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剑心，然后一样选择固板哦。好，这边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切。
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来到第九。好，第九第一回合我们先开小薰，好，然后开斩左。好，送他。好，直切。好，第二回再开一次小薰，斩左。好，然后一样直切哦。OK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，我们开那个剑心，然后选无视弓前的那一个。哦，无视弓前的话就是龙锤闪哦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小薰。好，那这边要转五组不一样，其实小薰开下去就已经是五组不一样了哈，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转。好，直切。好，来一血这边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二血的这边的话呢，第一回合我们可以先开剑心选固板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要转三十字，转完的时候画面上，转完的画面我会放在左边啦，你就尽可能去达成它哦。那如果说要稍微听转的顺序的话，左上角这边我们先完成一个火的十字，好来，接着在它的右下方这边我们再去完成一个火的十字，那最后新十字回来，这样就会完成了哈。你可以稍微参考看看。好，直切。好来，接着第二回呢，我们就开斋藤。好，然后我们一样去转到三组十字就可以了哦。这个版面要转三组十字就相对简单很多了啦，就直接把那个该符合的符合一下，这样子就 OK 了哦。好，直切。好来，这边一样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来，接着来到最后一条血哦，这边的话我们就开小薰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剑心，选择那个固板的那个双龙闪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。好啊，转完一样哦，还要再多一个直切哦，不要手机先丢着了哈。好了，那以上这边的话是剑心过这个月 LV10， 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